手术之后，有的人先使用两轮行走器，用这种行走器，您可以移动得快一点，也容易在地毯上滑行。与标准行走器相同，通过手臂下压着力，手术腿先迈入行走器中，好腿后随。当您双手下垂站立时，两轮行走器的把手应当位于您手腕的弯曲处。